最让人脸红心跳的穿帮镜头，关晓彤录了啥？非礼勿视的沐浴戏也是够了。关晓彤拍摄洗浴戏，一开始说千万不要偷看，问题是你这白色内衣穿的，也没什么可以看的。冰与火的青春内衣的颜色还能自动换色吗？产科医生中三张图纸的位置都不一样，这样一个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呢？难道这么简单一个镜头还是拍几天吗？每天贴的位置都不一样，也是服了哈。在穿越交战区时，醒来的冷风难以抬起受伤的左臂，帅气的单手拉栓彰显硬汉气概。但冷风接过国旗的那一刻，他的左臂却又变得孔武有力。范冰冰跟李晨终于要修成正果了。范爷拍戏真的好敬业，夏天拍戏全是汗，都湿透了。《家有儿女》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，我们是看着张一山和杨紫的剧长大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长大了，我们也老了。看刘星那一脸嫌弃的表情，杨幂拍功为什么一炮走红，关键就在于敬业。看看这是干嘛，把杨幂绑在那里烤，助理看不下去只能上去打伞了。话说如果是 NG 重来，那就松绑好好商量吗？楚乔转眼巡视子他们在街上赛马，镜头一遍接上一个卖菜小哥车上的伞便没了，到底是谁拿了小哥的伞啊？麻烦请放回去，小哥上有老下有小，小本生意不容易啊。迪丽热巴的身后露出了绳子，迪丽热巴曾说自己会游泳，这下穿帮了吧。Angelababy 才走完白玉兰红毯，造型依旧是亮闪闪的小仙女，而且终于盘起了万年不变的披肩长发，发边高盘发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，十分清爽可人。可是为什么我看到了健硕的胸肌和肱二头肌？